早上大家，早上先生，你好吗？我想介绍自己，我叫做 Anita Sari， 我今年30岁，我上个月84岁，我在正式13公干，我读于读高中六八级，我算未高，我来上分，我有2个细路，一个仔同一个女，我以前做工人40岁3年，将工程屋企除霜、买霜、扫地、抹地、洗衫、晾衫，当照顾家暗水，同一个月。我是去中国生活区正义正街正规挂就饭就面就醉不足不重在我老板屋企有四个人先生太太细路同 BB 我唔健康我是去做育但系我唔识做育我使用做育系员工医院度的前辈我自己托俾细路饭学我希望先生太太请我啦我要做好勤力做育同卖听先生太太讲话多謝先生，多謝姐姐，再見，拜拜，拜拜。